成为你何用的器皿，要让我们做光做眼，成为这地区的助人的百姓的管那个管道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我们如图教会在这里开拓，主，这是你的旨意，是你的作为，主，你的作为奇妙，我们无法测度，但是我们用愿意用一颗谦卑降服的心，就是跟随你，降服在你主权之下，让你的旨意彰显。主，我们只是你的器皿，主，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你的心意，我们就是要勇敢壮胆，坚定我们的脚步往前走。主，你指引我们往哪个方向，要做什么事，让我们都顺服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你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我们所需要的恩赐跟能力，你要大大的加添赏赐给我们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连我们基督教会啊，就是奉你的名设立的教会，在七月要正式启用。